天吃这些东西，这花了又不是你的钱，我吃得舒服就行了。不需要你这种外表虚情假意、内心却冰冷的女人。丽然吃饭了。怎么了？不想整天吃这些东西。那你想吃什么？妈给你煮。不用了，你的手艺又不好，菜做的又难吃。吃这些东西没胃口，以后叫外卖吧。丽然啊，吃外卖多了对身体，再说也浪费钱。这花了又不是你的钱，我吃的舒服就行了。够了，丽然，你对这个家有什么意见你就直说。你妈做的菜就是不好吃，怎么了？好，你爱吃不吃。当初你还说挺喜欢我妈的，现在怎么就变脸了？当初我是觉得你妈一个人在农村孤单，我才把她接进来跟我们一起住的。说得好听，我妈他把县城的房子都给卖了，把钱都给了你，你倒好，全拿去给你的弟弟盖房子了。我有过什么怨言吗？那又怎么样？你妈做的菜不好吃就是不好吃。曹娘，我知道县城里的房子是没有大城市的漂亮，但起码它住得温暖。我妈把这一点点的温暖都给了你，你有什么资格不好好孝顺她？本来我们一家人是可以和和睦睦的一起生活的，你倒好，你把这一点点的幸福全给她冰冻了。现在马上给我滚！我的家不需要你这种外表虚情假意、内心却冰冷的女人。